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12月8号晚，周深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自己的囧事，因为打错字了和司机师傅造成了误会。周深表示，他约了出租车出门，想要告诉司机师傅已经下楼在电梯里面了，不料呢却手误打成了车上喽。司机师傅啊，误以为是灵异事件呢，一头雾水的回复了3个问号。不过呢，周深的手机没信号了，无法回复信息显示。这一小事为网友带来许多欢乐，纷纷留言夸周深太可爱了，有人更是直接表示人间开心果。周深素来是一个有趣的人，和粉丝也经常亲切互动，时常对粉丝说少管我，甚至把这3个字注册成了商标。在前不久的采访中，周深表示从没被客服人员叫过先生，每次都会被误以为是女士，如此肆无忌惮地拿自己玩笑打趣，可见周深的确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。周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歌手，他的嗓音空灵纯美，具有很大的辨识度，因演唱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推广曲《大鱼》而引发关注。这部电影在国内国外深受好评，被誉为国产动画的里程碑之作，周深的歌声也随着这部电影被更多人听到，深情悠扬的演唱赢得了许多人的喜欢。随后，周深为电视剧《如懿传》演唱了片尾曲《梅香如故》，他用自己的独特嗓音娓娓道来，让观众沉浸在了如懿的命运之中，歌声和作品相得益彰。古装剧《鹤唳华亭》也邀请了周深演唱了主题曲《愿得一心人》，他的嗓音纯净灵动，完美的诠释了主人公命运多舛的一生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周深不仅唱歌优秀，性格也很可爱，期待他今后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